伟霆。嗨，我是舅，我是张勇。实境节目要看就是真实的惊喜，真实世界就是有渴望爱情的女性。I hope and I pray。当一个男生把目光停留在女生身上长达8年2个月，那就表示他对她一见钟情。能在世界末日之前谈一场恋爱，然后一起毁灭，没有一件事情是不会改变的，包括我们的爱情。我已经不知道你说的哪一句话才是真的。我不想要每次牵起你的手都要放开。我把我们的关系看得太认真了，是吗？我们分手可以了吧？我就注定成当一个不快乐的人。浓墨，我们今天才刚认识，反正以后也不会见面了。你觉得这样好吗？原来有些事，面对越亲密的人，就越说不出。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改天大家相聊聊。爱情应该就是头脑里面的一场风暴吧。哇，他好棒啊！不管这个世界有多残忍，就算在黑暗中，只要我们朝着前方，就一定会有一道光指引着方向。谢谢大家收看，祝您晚安，我是罗欣兰，再会。